这个是你现在的心境吧？然后你旁边那只猫也蛮强的、啊，我觉得。现在猫会跟着你做动作，你要跳舞，它会跟着跳。哦，这么棒啊、哦！嗯。啊，好可爱哦，猫咪打招呼。你看，嘿，哈，高级。那巴西人物，可爱姿势。一起做哎、欸！接任务，接任务哦！接任务，接任务。你每天进去，初次洗礼。好。听说弓箭的按键大改，我要进去看一下是改了多多。你会哭哦。我有点怕。你知道什么叫失恋的感觉吗？什么？我觉得越来越恐怖了。你这么专情的对着他，他却改得跟。熟悉的陌生人一样，是要怎么看自己的那个装备的？你要看那个啊，名片是不是？对，我要去给大家看我的名片。他的专情导致我真的是超专情，导致我是专情到不行出来，我叫欲哭无泪。你看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我有四场是中弩了，哇！哇！之前为了跟你们玩那个毒品啊，对，什么毒品？哦，那个竞技场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撇除那四场不看，你看我全部都只是攻。哇！天哪！我看一下啊、哦，装饰品我改一下，看一下这有资料。卡头。正常吗？哎、欸，雷属性那个猪叫什么？我已经太久没玩了。雷天啊，雷光猪，对，雷光猪啦，都已经忘光了。好，就这样。有了，走喽！我好，累死，等待出发。准备好了，好，拿进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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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啊！你们有没有吃饭？我吃了。看到有人没吃哦、喔！啊！看到有人没吃哦、喔，想要去吃饭。够巧，进、欸、来这边可以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进来可以吃。我现在丢包很好哦、喔，是直接丢到魔物旁边，或者是你旁边会有个尖凯玉可以挖。那很棒哎、欸，所以很希望被丢包。记得吃辣椒哦、喔。哦哦哦，好。我现在是不用吃辣椒的状态了。哦，要热饮就是，玩错了。要修哦，真的要修，真的要适应一下，对不对？是还好，开镜我觉得还不错，只是其他东西真的很麻烦、欸。嗯，这里没有 Uber 可以叫、哦。雪地没有 Uber， 雪地没有。雪地你要完成一个任务才可以叫，因为你没有，因为你现在你的猫咪跟那边的。Uber 不熟哦、oh. 对，原来所以我今天下午、欸、我下午花了点时间让他们熟了。木屋在这里、oh. 有看到了，对，挖井啊，对你跑，我看到他了，他在这里，我也看到他了，你出、他跑走了，他已经慢慢的游走了，结果是哈基先碰到、欸，天哪，我们两个，哎呦，来了，好去踩竹子，啊、哦、对吼，现在当我们都要踩竹子，嗯，我们都是新手了，这些魔物是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按到抓，等一下，你按到什么？我按到转身一装了啦，干嘛现在用啊？踩竹镜很危险的啊，穿穿一下啊、哎！等一下，哎呦，哎呦啊，痛！我晕了。等一下要怎么？要下面抓不到你头。哦，是左键那个哦，好。哇，来！哎、我又收工了。哎呦，要收工了，这么快？对啊，我一直按到收弓箭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快就下班收工了？收工了，你就开到这里啦！感谢今天收看，我是熊猫团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
拜拜。拜拜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我要看右上角。哎呦，哦。哦，这是装瓶子，好。哦，好，你会了就是教我。好。他给我改到那个滑鼠侧边的键。侧键，啊，不然就是，哎呦，右键。对啊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太刀需要按 Ctrl， 结果我那时候 Ctrl 就被改掉，我完全就只能左键跟右键。我找不到四侧键，超好笑，完全就是不会开招的太刀侠。等一下，画面卡卡的，画面卡住了，我的画面会卡吗？等一下，你这我的画面卡住了。你是游戏画面卡住还是直播画面卡住？直播画面卡住了。还是都卡住了。都卡住了，团团、啊、算了，不留记录档了。上地上，哎呦，掉落物，掉落物。哎、欸，我要捡，我要捡。等一下，哎呦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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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在捡东西。天马过掌。等一下，哎、我还在熟悉界面，你不要。把我弄死弄掉，掉东西、哦、这里掉，有了，哦，三百哎，好猛！等下是编码故障，为什么？你有换了吗？我当然是调好了啊。哎、欸、所以你也有过，之前也有过一次哦。有过一次啊。耶耶、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啊，他打不死我了。打不死！哎，哇塞！哎，他揍死我了！哎呦，刚喝完又要继续喝，抓不到他的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让他撞墙壁。对，哦，到了，你给我去撞墙壁！哎、欸，撞墙壁！哎、欸，没有啊，没红眼啊，现在是蓝黄眼。哎、欸。好像可以了，应该可以了。你这好过动，你要死。他打了我这么久，我怎么扣这么少血啊？你加油一点。哇，你真的是很不尊重我们哦。可恶，啊，狼嘞！狼嘞，狼在哪里？后边，他跑走了。不要走！好了，好了。好了，不要走。对啊，这颗头电灯泡啊，捅爆这两颗电灯泡。不要啦，电灯泡破了、啊，破掉很危险呢、欸。不要啦，捅爆这两颗电灯泡。充气以及武器。哦，好的。哎。被戳到，他的弱点到底在哪里啊？好了，我们撞墙败了，撞墙！哎、欸，我按错了。你找他们玩。哦，有弱点了，看到弱点了。那就是我们要软化它，软化之后就是打哪个地方就是弱点。你看的数字，数字的四周有框，小那个小三角形，那就是打在软化的身上。嗯。所以现在大多数的都要这样子是不是，理论上，不然你真的不好打。哦，嗯，哎、欸，是有人骑在他上面啊？我在他背上啊。哦，我也来，倒喽。哎、欸，我的落石会不会影响到你啊？不影响，不影响，不影响，那就好。你尽量放，对我来说完全不影响。
太好了，我们已经有耐充了，我们已经有耐充。我这是队，我这是为队友特化型，真棒，觉得窝心，愉悦。哎呦，凶！哦，爽！抓尾巴，哎、欸！插尾巴，哈！哎呦，啊！要去哪里？他红眼睛了。波波，波波，你看我很亮，对不对？你看我，波波，你看我。波波，来了，谁的骨盆最端正？我的骨盆最端正。谁的骨？哎，不是骨盆，哎，是谁？我的大腿外侧没有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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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大家都会了。团团在说什么啊？团团那个好丢脸哦，在说什么东西啊？听不懂哎。哪有？你刚刚也接得很开心啊。我听不懂哎，他说什么东西、啊？听不懂，那我们再讲一次吧。不要，对对对对，龙标。这个人好奇怪。我们该再讲一次了。哎哎哎呀！哎呦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挖土机来了。好像是挖土机哦，看起来很像羊。哎、欸，对你们两个中间当电灯泡，耶耶！哇，你真的很好照明耶！天哪、啊！对啊。哎、欸，怎么？人家弓箭要怎么装东西？装？你为什么装东西、欸？你不需要装啊。装那个什么品啊？我只是很好奇，那按键变什么？错吗？还是 C？ 你按按看，好像不是错。哦 ，C C C， 不是 C 啊！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我射出龙剑石了，等一下。我的宝夹被夹走了、欸！我跳下来还你，还你，还你！来，公平竞争再一次。来，哎呀，跑掉了。啊，等一下。翻了，翻了，翻了！切他肚子，我要他的生鱼片，摸他肚子，我想吃生鱼片，我要吃鱼头锅，你要吃鱼头锅、啊欸？可是鱼头锅我不超不喜欢吃的，为什么？就是虽然我平肉，哦哦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吃鱼头锅其实都没在吃鱼头的，哈，那你吃为什么吃鱼头锅？熬就火锅很爽 啊，对啊，那个汤啊，还有火锅啊，那你就不点沙茶锅就好了。可是没有鱼的那个味道啊，你懂意思吗？哦，要有鱼味的火锅就对了。对呀、啊，需要有鱼味。是啊，佳佳，难道你不喜欢吃鱼吗？两个光头啊！对啊，杀过鱼头啊，那个鱼那个汤很香，虽然不能喝太多。哎呦！我说腰那个吗、欸？痛风套餐。对，痛风套餐。哎呦！啊，升七七，升七七。啊，耶！哎、欸，那现在玩弓右手，如果用预设键，右手会超酸哎、欸。你要一直按侧滑鼠侧键，然后又要一直按瞄准。对啊。啊不！都是右手在按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干嘛？我在地板画圈圈，我在画那个直线，他那个鱼冲过来乱搅啦，把他搅烂了。他一定是知道你不喜欢吃鱼头锅，他就生气了。鱼头锅这么好吃，好吃？你说什么？然后就来打你了。这是我们祖传的企业耶。哇，他们祖传企业，每做一锅就要死一个人。他就说：“这是我爷爷传给我们的。”你知道这个就跟青蛙下蛋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喝一杯就要喝掉很多青蛙蛋，对啊，对，哎，我吃错了，红烧狮子头啊，蚂蚁上树啊，啊对，难怪我觉得怪怪的。乐影是什么？啊，我这鬼人妖跟他好像。我鬼人我也卡了，我也卡了，你的也卡了，对，我也卡了。等一下，我在喝东西。
喝什么？砂锅鱼头。砂锅鱼头。你的编码也过载了吗？对。所以那个是这样传染的，是不是轮流的？哦，七层楼，三下来。不要啦！砂锅鱼头。我来帮你们剥鱼鳍。去鱼鳞吧。好，他倒了，鱼鳞要剥好了。好。哎、欸，他准备下来，下来，骗人！你这骗子！哎，一起剥下来，有了，剥好了，有了。吃啊！我软好了。哦，我终于知道你们上次说繁星穿这样不会冷的意思是什么。你们不会热哦。你那个好冷的感觉哦，天哪！我来啦！这个要等你们，你来等你们四星才能解。嗯，搬运任务而已。打死了！我跟你讲哦，不要走！哇，好可怜、哦！哇，那个力战的冰鱼龙。哈基会喜欢，好，他的颜色很蓝。哦、oh. ，Hello，Hello， 允渊，你怎么不是用那个啊？长枪的往前冲的模式？对耶，没差啦。Hello，Bel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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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抓起来！你打他，他会打人吗？抓啦，顾城要打。他们在跟波波玩啊。抓抓抓，那拿网子抓他。哎、欸，对，这雪地可以画画哎。哈基，你该不会画个爱心之类的吧？我刚刚画了在抖。我刚刚在画题一个田，种田这样子。啊。顶级的毛皮。爸爸用网子抓你，网子抓你。爸爸。我爸，爸爸，好亮哦！完全看不到眼睛。波波吓到跑掉了。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们是在喊刚刚那个波波啊，他叫波波。嗯。哎、欸，今天怎么了？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个不是 DC 最近都怪怪的吗？对，我刚捕捉之后，我的直播编码过载，我在后面整个卡住。我觉得会不会是砂锅鱼头？因为 Ice Bomb 太亮了，然后又加上队友那两颗，是吗？不是吧？那两颗 CPU 过载。哎、欸，真的越来越像卡巴斯基了，我的头，好像、哦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我的 CPU 直接灌到满了、欸、哇，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就100%。我开个 CPU 看一下，哦，现在还是100%、欸。什么结石？来了！不是说你卡，我本身也卡了。我刚才整个画面是卡住的。为什么会编码过载嘞？之前好像也有过，然后完全没办法解决，就只好重开机。难不成？好、哦，为什么变高了？啊，隔壁的在偷用网路。不对啊，可是偷用网路跟 OBS 编码过载没关吧？虽然我刚刚也有在想是不是这个问题。好，我就是圣光的存在。哎、欸，你们改那个有会要耗掉什么券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不用啊。那只是外观不用啊。我来了，就那就像只是理头发一样啊。我来了，你也来了。不，又一个灯泡。不会啦。我们现在都是。蓝色冷色系的，繁星来一个暖色热情的暖色系吧。我来当导虫好了。
哈哈哈哈哈！哪一个啊？哪个？我重开游戏啊！好，跟变设计。我也需要重开。是哪一个啊？问谁？箱子哦，你的箱子，然后有一个外观的，改外观整理造型。对，更变造型。进去之后，你的彩调整你的彩妆。为什么吃到满啊？什么东西这么啊、哦？好可爱哦！我真的觉得这只、那个猫咪好可爱。然后料理长好可爱。彩妆吗？彩妆把彩妆的颜色里面，嗯，然后是挑哪一个？吃饭。它下最下面按颜色进去，应该看到一个是发光吧？那哈基他们是改哪个？面罩。面罩会有两，三个嘛可以改，我们两个把它改成满脸那个，然后把那个部位移到侧边，左侧右侧各一个，就会变整个头都是了。好。哦，好想吃哦！可恶，什么东西好想吃？我说新的那个餐好想吃哦。哦，妈妈料理，妈妈料理感觉超好吃的啦。为什么 CPU 会吃到满啊？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是感觉热量超高。Icebound 吃了80的 CPU， 好多、哦。看来玩这个游戏，现在游戏越出越可怕。对啊。显卡快撑不住了，不是主板也快撑不住了。嗯、防卫队武器啊，好，对不起，说一点嘛，对不起，我不该这样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当导虫了。啊、我不想要眼睛眯成那么累。你知道太亮了吧？我知道啊，就手会痒吗？想试看看是吧？你也太多话跟我讲了吧？哦，你该不会是说那个铁匠老头吧？对啊，疯狂跟我讲话、欸，他就一步一次讲完啊！对啊，真的是讲话都不一次讲完，白目，我很受不了他，七，跟变老人嘛，没办法。嘿嘿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这样子没有问题吗？哎呦，我太多东西了吧？基本设定这样子可以哦。花园，把是不是把金刚接一接，应该就可以继续。嗯，有了哈，顺了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所以你游戏重开会好一点。我把所有调全部调最低，然后重开。那我也来试试看好了，我调一下。观察道具，我也调整一下。界面守护者套窗，靠窗哦，靠窗哦，可以拍，可以拍照，可以，酷哦！你要拉到最大拍他，那就很傲娇。我就是拉到最大拍他的鼻子啊！哦，这样张真的很害羞哎。对啊，嗯，摇曳，镜面反射光。雪的质感中，对也中，都中。好，就这样。猫毛的问题哦，你们不是一大堆养猫的都会用鼻子去吸猫吗？嗯，所以应该习惯了吧？吸完满鼻子都是毛。对啊，然后还是哦，好爽哦。体内的猫浓度越来越浓了吗？哎呦天哪，微血管都被猫毛堵塞。我觉得这样超恐怖，好恐怖！对啊，来一个说你的死因是什么？因为你的血管都是猫毛被堵住了。哎呀，天哪！未来的人开始要吃化毛膏了。化的不是自己的毛，是猫的毛。对，我
人开始咳嗽，会咳出猫球。好卡哟！吐猫球。对啊，最近才出 PC 啊，所以大家都疯狂在玩。嗯，哦，出很久了，已经三天了哎。啊，三天啊，对啦，是应该已经很多人都破台了啦，都很神。嗯，我真的有看到哎，真是神经病哎。哇塞！真的啊，一天就爆肝丸啊，很强哎，我觉得超强的。爆肝丸是打完了、哦，大蛇丸嘛，爆肝丸，爆肝丸，大蛇丸的亲戚吧。嗯跟大玉丸一样，大玉丸。嘻嘻嘻。这样子应该会好一点吧？这是什么？啊，好可爱哦！那个泡汤这只、嗯、可以抓吗？哎、欸，我 CPU 还是吃到满嘞、欸。好、哦。可以抓，可以。你是温泉银猴吗？我把你抓爆！我抓爆！我就把。我第一次抓的时候遇到一个叫温泉金猴，然后就跳成就。哦，你好，你好欧哦！我好欧哦！你超欧的，直接抓到金猴。对啊，对啊，抓你啦！这是什么？嗯，我这只是石头。只是石头，你在抓石头对不对？对，我也是哎、欸。水里面还有东西不会跑走，然后抓。对呀、啊，我想说为什么不跑走，你知道吗？原来都干过一样的事呢。快抓，它又不会跑走的，快抓！被骗了。那个石头不会跑，快抓！哦。等团团下一个任务、嗯，下一只龙，对他先去采石头，聘请我们啊！对，我也来去采矿，你去挖石头。现在是不是所有矿都要从头重新慢慢收集？新的矿都要重抓、啊。嗯，新的矿，这是新的游戏呢，对吧、啊？去挖化石。反正全部的材料都有更上一阶的东西。这什么？我跟丢他了，他跑去哪了？哦，他在那里。壁虎，又跳成就。哦，你抓壁虎啊？不是，他长，你们知道一个很像类似蛇，可是他就是扁扁的，然后肚子很大的那种，很扁很短的一种蛇。你是说魔法阿嬷里面出现那个吗？小扁，不是，好，那它是正常的蛇，可是身体很像眼镜蛇，很宽很扁。它地上有在哪里呀、啊？就想说，靠，这什么好可爱哦、喔！然后哇，抓一下就跳成就了。好、哦，天哪、啊！天哪、啊！这个调查我也可以迷路哎、欸，等一下我迷路了。你在调什么？哎、欸，他叫我调查那个洞图，然后我走着就不知道走去哪兒。哎、欸，现在应该是蒙牛龙了吧？但是我找不到我的。那个同伴啊 ，iPhone 哦，天哪、啊，对吧、啊？迷失方向了，我要从头再走一次。诶、欸，有惊叹号，我来去讲一下话。哦，钓鱼的吧？等一下，你们这两只包包在干嘛？没有在做奇怪动作吧？前面刚才上后面那只跳起来，然后想要趴往前面那只，然后前面那只一直在抖动，一直在抖动。哎，你们在干嘛？检查骨盆啊。就，对啊，他要看他有没有歪，端正啊。对啊。哦。对啊。你看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子在偷看呢，这没问题吗？谁的骨盆最端正？我的骨盆最端正。嗯哼。啊、你说什么？嗯你在说什么啊？我都听不懂，我也听不懂啊！我怎么过去了、啊？我已经迷失方向了。阿狼嘞？金大号不在这吗？人呢？这要怎么过去？嗯，这个猫调查部队。
不要看我，我来踩石头的而已。所以是我要进去里面吗？这个洞穴里面。企鹅抓企鹅，胖一企鹅，雷恶龙。他后面有个企鹅任务，要抓三只。我抓到一只胖企鹅。气流在石头后面呢，我在石头后面，你在看到我，你这不是变态？哎、欸，不是这样。我才刚抓走一只胖一企鹅，现在叫我抓三只。啊，就是那个啊。再去抓，再去抓。呀、yeah, ，我刚刚是走错营地，难怪我找不到他。哈，哎呀呀！天哪、啊！有什么可以拿的？拿一拿，金果实、挖矿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真的有，就是那个猫饭真的等比例做出来，我觉得我自己一个吃得完。你们应该也可以吧？你说那么大块，那么软软的肉吗？你不行吗？对啊，这么大块呢、欸，那我扣你呢？很大块、欸，不行吗？你想想看，很大块、欸，你在吃整只猫哎！呀，那肉真的很大块哎、欸！可是你都吃过四盎司哎，可是你知道它那个肉不一样哎，与同宽你知道吗？与同宽多大你知道吗？然后厚度是那个人头那么高呢？对啊，我觉得它不止四十盎司哦，那个很。我觉得有机会我可以试看看。你再吃一个巨婴哎、欸！越讲越恐怖，越讲越猎奇，不敢吃了吗？你知道汤婆婆养的那三个那一个巨婴吗？我是。猴子有没有猴子？某，我应该先。猴子，你不要跑！好假，还想跑！企鹅会在哪边啊？那个啊，贴着右边，应该有。你知道那个冰牙龙对不对？哦，可以看得到海的地方，就只有那边。啊，有时候我真的也遇不到啦，我是换一张地图才遇到的，因为那时候刚好接到就没有遇到了。哇塞，雪崩，你这样子包一下就没事哦，好强！包，楼层接任务，包，接着又调查，去甲虫。哦，看到了，大山羊，我们要打大山羊了，猛牛龙哦，已经看到了，对啊，看到了，好，我速速就回。你好像要出来再重接，因为那是探索，我们进不去。对啊，我要出来再重接。不要，没事没事，咬不到你，你还撞我啊？我们等下就进去帮你拍手。我快捷键都设好了。企鹅，我看到你们啦！企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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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跑，企鹅！哟，抓到三只了。企鹅，你们不要跳！我抓住你们了啊！你们，那我饭要重吃嘞，没关系、啊。企鹅，我没抓住你们，你们下去了。又有了。什么东西？我讲那只壁虎啊。哦。我要被加崩！怎么可能？猫妈妈煮的怎么可能只有1.2公斤？那看起来就超过。我怎么可能？布布也1点多公斤哎、欸。哦，也是，他的锅子好大、哦，比脸还大。还是说对啊？哎、欸，有可能啊。他如果煮那个肉都是棉花糖的话，啊，太可能了，对啊，那么软，入口即化，真的。你看这个妈妈、哦，对，而且声音少于那个肉，嗯，而且他那个面包是直接2-3块啊，那应该是真的吃不完、啊對啊。对啊，你看。你们看看那个锅子，那锅子比我什么比我人还大哎、欸！比你人还大，对呀、啊，吃一个影月，哇！你看那个锅子，猫妈妈借我比一下哦、喔，看不到，我走不进去，算了。什么骨头还可以踩啊？你好恶哦、喔！猛牛龙怕什么啊？猛牛龙。怕公牛龙，不是
爆反了、哦！我要去上厕所。我没吃饭呐、啊，不要啊！1.2公斤的棉花糖看起来有点可怕，对耶。哇！你看这个人，这个肉比脸还大哎、欸，比脸还大的牛排有没有？那个广告一大堆。对啊。真的比脸还大，真的。猫咪，这里还有没有？承接任务。哎、欸，他你开了吗？他开了吗？他开了。好，开了，开了。等一下，我再摸化锁中回来。出活就交给猛牛龙，工具牛，可怜，他是伐木工加挖矿的啊，嗯，伐木加挖矿的牛，所以我拿雷属性的攻打他不会变抓痒吧？我看一下他属、我没有他属性啊，不是这个。刚刚那一只刚好赌对，没事。猛牛龙害怕属性是龙，哦，第二是火，龙哦，龙或火，哦，好。嘟嘟，不要啊！我不想打这个龙也死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哦，打巨甲虫也要死啊！我没有吃东西，我血超饱。懂吗？就像打LOL打个电脑，被一个简单电脑单杀一样，那种感觉。好了，打完了。任务，复活交给猛牛龙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就是平时我们那个解巨甲虫任务的那个地方，对，怎么突然长出一块石头？好，猛牛龙吗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耶，还是猛牛龙撞丢出来的石头啦？可能是石头上插着一大堆骨头。还可以打、欸，等我出来了，还有20秒。好，